好，在现场现在就有两位 Miss Two， 你们好。好，首先先恭喜哦 ，Kedai Emas Tian Sdn Bhd 天玺金装赢得了 Innovative in Gold Jewelry Products 卓越黄金珠宝创新产品的殊荣。那想问问两位，现在当下是什么心情？其实我们感到非常开心，也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。这个奖项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，也是我们创业生涯以来非常大的一个荣誉。是，因为你们的生意是二代传承，所以大家也想了解成功的秘诀是什么。成功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有很多的要素，最主要的话在于个人，我们需要一直不断有想法，新的想法，然后要跳出传统，跟着新时代的步伐来进步。今天获得的这个殊荣特别想要感谢谁呢？首先我要感谢主办单位给予我们的肯定，接下来我要谢谢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以及我们的生意伙伴一直以来给予我们的肯定和信任。是，那方便是属于大家的，是我们大家的。那方便透露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计划吗？接下来我们公司将会更注重于产品的创新和研发，并且努力开拓更大的本地以及海外市场，提升客户的体验。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开发新的商业模式，提升我们天玺的形象。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 LICTA 说吗？一样还是要谢谢 LICTA 给我们的肯定，希望 LICTA 越做越好，越来越多人会认识 LICTA。是，感谢两位 Miss Two， 再一次恭喜你们。谢谢。